来我要带我的所有主播们一起变身格格装，先一起拍个变装前的视频，小小期待一下，然后开始选衣服。好大，这个怎么大成这样啊？紫色也还挺有韵味，挑来挑去，最后选了玫红色。晚上找了一件好看的了，看看大家的进度。我们是那个有了姑娘那个什么，这风格也太五花八门了。你把头发一扎，把大花一戴就行了。我也开始上头像。换了一个更适合我的旗袍，再换一个合适的妆容，让我们恭迎格格们登场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妆造圆满成功，下期视频再见。